中国造了一台了不起的显微镜，这台显微镜的样子超出你的想象。这是一台怎样的显微镜？可能有半个汽车大吧，可能有一层楼那么高，跟一个体育场差不多大吧。我想还得加40倍，40个体育场那么大。高能物理，它的能量得有多大？大概就是每一秒钟24万公里。理解物理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吗？怎么才能学好物理？观之子而神欲行。精彩的部分要到了啊，做好准备。800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每一个周期跑2万多圈，能量呢增加到16亿电子伏特。我们这期开讲不是前方高能，我们是全程高能。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现场的四位好问青年，也欢迎我们100位云端观众的参与。如果现在看电影或者看视频，打开弹幕的话，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前方高能，对吧？前方高能，那就是提示你精彩的部分要到了啊，做好准备，前方会有很多让你震撼的东西。我们这期开讲不是前方高能，我们是全程高能，从一开始就是高能，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高能物理。但是高能物理又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这当中有不同的研究的方向，研究的项目。在咱们今天这位开讲嘉宾，这位科学家的主持之下，中国造了一台了不起的显微镜。我们究竟能够被他带到一个怎样的奇妙的微观世界当中呢？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粒子物理学家陈和生。有请陈院士。陈院士您好，欢迎来到开讲，来，有请。谢谢大家，请坐。今天做这期开讲，我觉得特别骄傲，尤其是作为一个武汉人，因为我知道陈院士您是武汉人，身在武汉，家乡话还湖北俗，武汉话都会讲，没有问题，经常讲。我们节目组的导演跟我们说，有的时候陈院士会给人以非常严肃的压迫的感觉，我说为什么？说因为陈院士太高大了，经常就陈院士一站起来你就得仰视他，说您的这个体型感觉像个运动员。可惜我缺乏竞争性对抗性，所以我也不打篮球。但是您从事的都是高能的事儿。对对，您要用几句简单的话给我们介绍高能物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想呢，高能物理就是要研究这个物质世界最小的单元。为什么说要用高能呢？就是因为啊，物理学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你要研究的尺寸越小，你就需要越高的能量，所以就出现了高能物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台显微镜，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散列中子源。我们说显微镜只是为了便于大家去理解它到底干嘛，但是它绝不是我们平时印象中的那种光学显微镜。完全不一样。它是用这个中子去研究物质的结构，和它的运动规律。是用中子，用中子，用微观世界的手段，探针，中子的探针，去告诉我们这些物质内部的结构发生了和它的运动规律。和它的运动规律。庄子有一句话叫“观之子而神欲行”，这个神就是我们的高能物理的科学。能够去看到它内部的结构，所以今天我们在座有4个年轻人，还有一个少年。你今年多大了？12岁。我想问问你，见过显微镜吗？见过。你想象一下，刚才陈院士、陈伯伯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超级显微镜，
那肯定很大。你这样，你比划一下，或者说你给我一个大概的参照，比如说一台汽车那么大。可能有半个汽车大吧。好，这是一个12岁的孩子想象中散列中子源，我们说的超级显微镜，半台普通小汽车那么大。你觉得它有多大呀？我觉得可能有1层楼那么高。也就是说从汽车现在到了房子了，价格越来越贵了。你猜测一下。我猜测，我再来大一点吧，我猜测跟一个体育场差不多大了。土豪在这儿呢。对，从车到房子现在要个体育场那么大。我想还得加40倍，40个体育场那么大。40个体育场。体育场那么大。我们现在的散列中子源就是400亩地。我的天哪。你要研究的尺寸越小，你就需要越高的能量。为了得到很高的能量，我就需要很大的尺度，很大的加速器。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奇妙之处。大家看，这就是我们在广东东莞的散列中子源，这一片地方就是400亩地，上头有一个直线加速器。直线加速器，对。它产生800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然后送到这个快循环同步加速器，每一秒钟25个周期，每一个周期里头的粒子围着里头跑2万多圈，它的能量呢就从8000万电子伏特增加到这个16亿电子伏特，然后呢就去看那有个靶站捕仪，靶站捕仪，哎，它就去打靶，这个靶就是1600吨重。打靶以后，20台试验终端，它里头有中子导管，把这中子引出来，然后再送到这个样品上。有蓝色的，有紫色的，对，有绿色的，灰色的，绿色的，一种颜色就是一种试验终端。它有不同的用途。你看那个最里边的那个红的，比如说你这个飞机的发动机的控制器，飞机的控制器，都要送到这里头来检查。它在大气里头会不会由于大气中子而引起错误的信号？保证的，这是这个设备这个验收检测的标准过程。因为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事情，这个飞机飞得挺好的，突然一下出了事故没了，原因就是这个大气中子引起这个飞机的控制系统的故障。我的。所以呢，现在你这是必须的，就是咱们国家各种飞机的控制器，包括发动机的控制器，都要在这儿装。就是最里面那个红色那一个。对，那个红色，对。所以它不同的颜色，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怎么样，超出你想象吗？啊，是。没关系，叔叔也是第一次见到。你12岁，你就能看到这样的大国重器，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这个全世界这是第4台，应该说是非常先进。全世界第4台，刚才你说半台小汽车，连这里边一个零部件的，都一台小汽车那么大了。所以你现在搞明白它的这个工作原理了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过山车。过山车不是先出来的时候速度慢慢慢，然后开始唰唰一圈一圈，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它就是把这个粒子不断地通过这些设装置来加速，加速到速度非常快，大概就是每一秒钟24万公里。你想它的能量得有多大？你别看它是一个小粒子，然后用它去打这个1600吨的东西。对，这个靶本身不大，大概就这么大。但是呢，我要用1600吨的东西把它围起来，把它围起来，把它变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能量区间的中子。还要对它做各种各样的控制，所以就会出现1600吨。比如说，这个汽车的这个电池的模组，我可以看这个，在汽车充模拟充放电的时候它的变化。别的研究手段很多，研究这个新型的电池，但是呢，他们都是研究一点点粉末，就是说我这个材料好不好？但是。你这么一点点材料和你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电池，特别是这个电池充放电几百次、几千次，性能的量变就引起质变了。对，还有就是说，为什么充电次数多了，它的容量下降，它的这个充电的速度就变慢了？
还有为什么有时候会发生爆炸，嗯，像这些问题都只有用这种方式，这样我才能够找到它的原因。所以您这个高能物理只是一个领域的概括，它是一个大的平台，对，但您在里面要做的事儿很多。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的实验终端，嗯，就是各个研究领域的都来做研究，比如说这个材料科学技术，他来研究火车的这个高铁的轮子到底它能够跑多少万公里，这可是个大问题。这个1998年德国的这个高铁就出了大事故，那个轮子啊，就是火车好多节车厢飞出去了，死了100多人。最后发现轮子什么金属疲劳，因为火车的轮子跟我们人一样，累了人就会疲劳了，你要不给它及时的休息维修，它最后就会出现裂缝，出现裂缝，对，而使得整个飞出去了。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闪电中子源上我们用这个中子去照射，了解它内部的这些规律，我就可以知道这个轮子可以走多久。但是刚做好的轮子跑了1万公里、3万公里、5万公里、10万公里，我都来测，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看看到了多少万公里这个轮子就应该换。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高铁的这个安全稳定可靠性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您在来之前，我们的节目组也为您准备了4个关键词。初代学霸，我觉得学和霸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不太好。为什么？学一个是学习，一个是科学，学习有什么霸可言呢？学霸现在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一个正向的积极的词汇，就指的是那些学习又好又努力又有成就这样的年轻人。您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博士，而且您是64年上的大学。对，64年当时湖北高考物理的第一名。哇！但是呢，我觉得在学校里头学习好，嗯，高考成绩好，并不意味着就能够独霸一方。我们不说独霸一方，就是说，就并不意味着你将来的这个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你将来参加工作以后，具体解决这个工作当中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这才是真本事。这才是真本事，而不是说我考试成绩得了个第一我就霸了。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霸没有意义？顶多是个考霸。所以今天4位现场的年轻人，每一个人可以根据你们最感兴趣的一个关键词来向陈院士提问。您请坐，您请坐，院士。文科生眼中的物理是什么样的？人心齐，泰山移，并不只是一句励志名言，它背后还蕴藏着如果各个分力的方向一致，合力大小等于各个分力之和这个简单的初中物理知识。《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什么对凤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因为声波的波长比较长，在空气里传播的时候容易发生衍射现象，所以可以绕过障碍物，先于光波到达黛玉的耳朵。两岸青山相对出，为什么静止不动的青山在李白的眼中会相对出现？因为他以自己为参照物，那么山和他的关系就是相对运动的。陈院士好，臧老师好，我叫王若凡，我是来自人大新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对于像我们这种文科生来讲，这种比较基础的物理知识，它可能会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问题。但比如说陈院士，像您研究的一种特别前沿的这种高能物理，我觉得距离我们普通人来讲还是比较遥远的。尤其是像对于我这种非理工类的文科生来讲，您觉得理解物理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吗？
说句老实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搞得懂非常复杂的这个高能物理，但是呢，你的生活都是离不开过去这100多年来物理学的发展的这个成就，也离不开粒子物理发展的成就。就说我们现在每天用的这个手机，对吧？看着电视，上下班开车 GPS 导航，还有像小朋友的这个手坏了。我先问问您，您手怎么了？我一直在关注。啊？怎么弄的？这个骨折了。你到医院里头去做过什么检查？就做个 X 光。你看，你这一不小心骨折了，那么大夫要知道你这个骨折的情况怎么样啊，里头有没有裂啊，有没有碎啊，该怎么处置你啊，他就需要去知道内部的情况。内部的情况，你看你拿显微镜看不见吧？对。你是拿电子显微镜也看不见，所以呢就要用 X 光。 X 光呢也是这个100年前的这个物理发现的，这就说明物理的重要性，谁都离不了。是的，但是就觉得做一个普通人还挺想去了解它，但是又了解不明白。那没关系，你可以不用了解它，但是你永远离不开这些物理规律，你生活在其中。就说计算机、手机、电视这些操作连接线路，这些你其实跟你的物理知识密切有关，所以呢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物理知识，这是必要的。我叫郭雪文，来自北京交通大学，是一名大二的材料物理学生，然后是一名00后。现在00后所处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选择非常多的时代，如果给您一个机会，您作为一个00后，在现在这个时代中，您还会继续选择坚定地研究高能物理吗？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想呢，就说在60年代，对吧，我们选择物理，选择高能物理，那个时候是一个是我对它有兴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形势，就说咱们国家需要发展核武器，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从事核物理的研究，所以我就到了北京大学的核物理专业。现在我们应该看到物理学包括高能物理对我们国家这个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于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像我刚才说的闪电中子源，它对于解决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大批的这个瓶颈问题，国家发展战略当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选择物理，选择高能物理，能够为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一点是永远不变的。而且刚才陈院士说到的这种重要性、紧迫性，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陈院士也是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经历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闪电中子源参观的就是刚才给介绍的这个对锂电池充放电过程进行原位的测量的这个实验装置。他说韩国的和中国的不能进去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所以当时我就想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那么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后来为什么这个克服各种困难做这样的这个中子散射的实验线去研究的原因。但关键人家不让您看也是因为您是高手，您一看就明白了，所以人不敢让您看。这要我去的话随便，你随便看，你想住这儿都行。但是也是确实从侧面说明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年轻一代的人才顶上来，未来的发展是会受到限制的。所以00后如果让陈院士今天像年轻人一样再选择一次，我觉得陈院士仍然还会做同样的选择。你物理好吗？
还行吧。光凭你说还不够，我们现场考察一下，包括我们今天现场的几位，对于这个高能物理以及院士们正在研究的这个领域有怎样的了解啊？来，院士，您来给大家出题吧。第一道题呢，就是哪一项是粒子在加速器里头可能出现的情况？第一是这个粒子啊，在加速器里头绕圈，每一秒钟上百万次。比如说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它的周长27公里，那么它可能就是跑这个几万次、几十万次了。第二种是这个粒子在加速器里走着走着就没了。第三种呢是这个粒子在加速器里头到处随便乱跑，没有规律的乱跑。院士在跟我们解读 A 这个答案的时候解读得非常详细，我感觉好像在暗示着什么。你选的哪个 A？ 为什么没选 B 和 C 呢？因为我觉得它不会消失吗？既然要加速，那不可能是它跑那么快，万一跑不见了呢？那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凭空消失的吧。好，他选了 A。你们三位什么答案？我选了 B。 不是，因为刚刚这段如果你要求我们可以给你打马赛克，省得你老师看见你。我感觉答案太明显了，然后我有点害怕了，所以我就这就是考霸，你知道吗？这就是从小考试考的老用技巧，考试考多了老觉得题目里面有陷阱，老觉得前面有坑，自己掉到天坑里都不顺。我们看一下大家选项的这个比例，选 A 的占到了65%，选 B 的占到了10%，选 C 的有23%，所以正确答案是，我想呢，第一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但是呢，这个 B 啊也完全可能会出现，就是当这个加速器啊出现故障的时候，这粒子走着走着就没了，这是我们最头疼的情况。我举个例子，我们闪电中子源在2017年的8月27号啊，这个第一次打靶。那么，我在这个2017年的7月份呢，这个率领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到英国闪电中子源访问，那个英国闪电中子源的所长就说，你们下面马上要打靶了，你得有思想准备。世界上的这些闪电中子源呢，第一次打靶的时候，都有10天半个月，就不知道这个粒子上哪儿去了，剩下就啥也没有。这个确实靶准备好了，子弹没了，子弹走丢了，子弹跑丢了，跑丢了就是消失了。所以 B 也是对的，选 B 也是对的，因为这个枪管太复杂，哪一个地方？你的这个控制出了点毛病，你的磁铁的电压不对或者怎么，它就走丢了。所以他说你得小心啊，你不要光想着说是打靶了就有溯流了，你还得有思想准备去 debug， 就去找这个毛病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确实是早就有准备，我们在2017年的8月27号，我们摁一下键，事先都没有事先试验过的结果，就马上就得到了完全符合理论计算预期的溯流。我们这个枪管和子弹好，是吧？而且呢，我们这个闪电中子源队伍很年轻，平均年龄30几岁，他们能够这么快的、顺利的得到溯流，就表明每一个人做的活都非常过硬。我觉得应该为这些科学家点赞。好，下一题。下面和高能物理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是什么？给了几个领域，一个是网页，一个是癌症治疗，一个是核能发电。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表情，打几手的表情，那种自己沉浸其中，然后选，哎，不对，不是这个，换一个。你选了没？选了。小手受了伤还那么灵活呢，选了点点点的。
选的哪一个 ？A 网页。有可能、哦。有可能，咱们那位新闻学新闻的姑娘，我首先排除 C， 因为我感觉核能好像跟高能物理肯定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就觉得 A 和 B 的话，我就选了 B。而且我男朋友他是研究癌症治疗的嘛，什么辐射增敏，我感觉他好像他是辐射就是粒子呀，高能粒子呀。哦，所以现在癌症治疗什么好多那些，我也不太懂，反正这。反正我也有点懵。好，你选的 B。嗯，你们两个，我决定选 C。核能发电，对，我觉得他们的领域区分，一个是比较低能的，一个是高能的。我所认知的高能物理，可能是能量比较高的。他是学这一块的，我觉得他分析的可能有道理。我在犹豫，因为核能发电，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怎么着应该都会有点关系吧。这道题还真是，表面上看好像挺简单，但是仔细一琢磨，坑很多。我们看一下大家选择的比例，哇，86%的人选了 A，B 3%， C 10%，正确答案是，正确的答案应该说了，核能发电是与这个高能物理有关的理，没有关系的理。网页就是说大家现在天天看新闻买东西。这个聊天，这叫World Wide Web。嗯，这个是1988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一位英国科学家所发明的。三 W。为什么？我也在那儿，每一个实验有1000、2000个科学家，分布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20个时区的时差，大家怎么讨论工作？那么这个名字叫李的这个英国的科学家，姓李的，他就提出来。利用当时刚刚产生的这个互联网，在上头开辟一个空间，谁上班了谁就去把你的高见放上去，你可以跟人家辩论。88年我们就把这个高能所的计算机成为了国际互联网的一个节点。那么90年代初我们就把这个网页引入到了中国。网页它并不是研究高能物理，但是呢它是高能物理的研究采用的发明的高能物理研究产生的。嗯，所以呢还算是有直接关联，还算是这个癌症治疗它是跟高能物理有关。原因是什么呢？现在比如说质子这个致癌，嗯，这个重离子致癌，嗯，还有最近这个硼中子靶向治疗，靶向这些全部都是跟这个粒子物理有关的。所以呢癌症治疗它是跟高能物理有关的，核能是没有关的。为什么呢？核能它是原子核结构的过程，我们研究的是比原子核还要再深入一个层次的过程，所以是比它要小好几个数量级的这个微观尺度上的过程。你以为你知道的就是你知道的吗？现在看来里面很多概念太容易混淆了，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外行。通过刚才跟院士的交流，我们对于高能物理这个领域也有了更清晰，不敢说完整，但是是至少比半个小时之前要更清晰的认知。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陈院士为我们开讲。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有关这个高能物理的研究以及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应用。那么这些大科学装置是怎么来的？微观世界的规律呢，就要求如果你想研究越来越小的尺寸，你就需要用越来越高的能量。那么用这个越来越高的能量，就出现了大型的加速器，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闪电中子源有400亩地，只有这么大体积的大科学装置才能够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能量那么高的粒子，去研究我们微观世界的规律，或者是解决我们在这个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类健康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那么我个人的经历着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呢，一个就是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的这个重大改造工程。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呢，是1984年到88年建设的，它在88年投入运行以后，一直在这个它所在的能区，就是30到40亿电子伏特这个能区，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到了90年代的后期，就面临一个对它怎么进行改造的问题，因为科学装置的特点是，全世界竞争很激烈，如果你不对它做改进，那么就会被别人超越。我们就提出来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它进行重大改造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产生经过了很长的分析研究的过程，结果呢半路杀出来了一个程咬金，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加速器。它原来在100亿电子伏特的能区运行，但是它竞争不过在那个能区新出现的新型的这个双环的对撞机，所以呢它就把能量降下来，降到我们30-40亿电子伏特的区域和我们竞争。他们的设备是现成的，他们的这个队伍力量比我们强，他们的所长呢曾经在高能所做中国科学院的高能物理的顾问，待了3年多的时间，对我们非常了解，包括我们的问题和弱点。所以我们国家刚刚批准了做这个 BEPC2， 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竞争，所以呢对我们压力非常之大。那么过去呢，每年我们去各个大的加速器中心都是热情接待，敞开大门，科学交流。但是呢在2001年的年初我们去的时候，原来跟我们非常友好的这位所长就非常冷淡了，实验室不让我们看，也不讨论技术，因为现在我们是竞争者。当时就大家很悲观，觉得我们跟这样一个有经验的这个加速器中心，而且它的技术很成熟，去竞争我们很困难，必死无疑。后来呢我们仔细的分析了，就是说它的那个从100亿电子伏特降到30-40亿电子伏特的方法，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叫短平快，这个方法并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不一定行得通。而我们看到了当时国际上新出现了一种技术，我们就及时的调整了我们的方案，对吧？最后我们的这个加速器按计划建成，达到了预期的性能，他那儿就关门了，因为在科学上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所以呢，我们不要迷信权威，应该从事科学分析。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高能物理啊，它是一个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这些大型的实验如果没有国际合作，它是不可能存在的。1979年开始，我们就是去参加国外的这个国际实验的合作。我们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国际合作的下面这个成长起来的。但是呢，国际合作是双方都有得益，而不是说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这个支持或者是施舍。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合作当中，那么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做了很多探测器送到日内瓦去，做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 BGO 晶体，上海硅酸盐所他们做了全世界最好的晶体，叫 BGO。 在他们开始做以前，那个晶体的价格人家说跟金子一样的价格，一个这个立方厘米，一个 cc 的价格30几美元。那么中国的科学家发展的技术，最后把它降到5美元一个 cc， 这样呢才有可能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 L3 的实验当中大量的使用这种晶体，得到了非常好的实验成果。那么我自己呢
也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从1995年开始呢，我们就参加丁道中教授领导的阿尔法慈普仪的这个国际合作。大家知道，这个丁先生做这个阿尔法慈普仪的目的呢，是要把人类第一个大型的磁体送到宇宙空间，然后在外层的大气去看看有没有反物质的原子核，来研究这个寻找反物质。因为反物质的一些这个实验的迹象也是要通过磁体来区分的。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人类没有磁铁上天呢？原因是因为第一呢，磁铁要耗很大的电，在天上很困难。超导磁体有了，但是超导磁体，大型的超导磁体上天到现在为止还不成功。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国内呢，电工所和中国国内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就利用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稀土的材料铝铁钴做成的磁体。这种磁体它不需要电，当时他们做这种磁体是为了医院的核磁共振，因为那个时候医院的核磁共振呢，去买国外的超导磁体很贵，那么利用中国的这个想办法做，就要采用一种技术叫膜环，叫做 Magic Ring。 它的特点是非常巧妙的设计，使得这个环呢没有漏磁。这个大家小的时候玩那个马蹄磁铁，你可以看到这个磁场到处都是，或者你碰到的小磁块，它的磁场到处都是。那么你要有那种过去的电子表，一靠近它就停了，这样的东西是不能送上天的。送上天了以后，航天飞机或者空间站的仪器设备就都停下来了。我们在非常大的范围、大范围的参数进行搜索优化，找到了能够满足我们要求的这个永磁体，它不漏磁，内部非常均匀，而且呢不能有磁二极矩。有了磁矩，在天上地球的磁场就会使得它转动，转动就会消耗空间站的能量，要去纠正这个转动，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1998年的这个6月，永磁体搭乘美国的这个发现号的这个航天飞机呢，做了第一次的飞行。飞行结束以后呢，上面的宇航员呢给我赠送了一个纪念品，这个英文上写的就是何生辰，感谢你的磁铁，他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一次飞行。2011年，他又送到国际空间站上去，一直到现在已经运行了11年了，上面获得了大量的科学的数据。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呢，这个基础科学研究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国的高能物理的发展在过去得到了世界的大力帮助，那么我们发展了以后，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要坚持国际科技合作，坚持交流，这一点这是不可动摇的，也是不可切断的。最后呢，我想对这个青年同学谈一点希望。我想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需要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需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我们要有优秀的人才，愿意献身科学技术，热爱祖国，愿意为祖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去做贡献，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我198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了博士学位以后，我很快就回国工作了，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回国以后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会遇到什么，但是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说，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去奋斗。我想最近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更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
归根结底是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去奋斗才能发展起来的。希望连谢谢，再次掌声感谢陈院士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谢谢各位，请坐。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100位云端观众也通过网络发来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想听听您的分享。有一个年轻观众问说，陈院士，如果把您比作您设计的这个超级显微镜当中的一个部件的话，您觉得更像是整个散裂中子原理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不好比喻啊，不太好比喻。您是全过程参与，全过程的参与和就是说是最早的创意人，然后推动了这个项目的建设，所以不太好比喻是直线加速器还是环形加速器。我知道了，您啊和您的当年的同事们啊，更像是那个启动的开关，是在20多年前的那一次启动，然后在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实现了这个梦想。对，因为大科学装置，对，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周期很长。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真的是很幸运的，你们在自己成长的这个时代年代里看到了太多过去我们的这老一辈的科学家们多少年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不仅仅是为科学研究搭建的平台，这何尝又不是为所有的年轻人，为所有有志于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和复兴贡献力量的年轻人搭建的平台。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又如何去寻找自己人生的加速器？我在想，这个加速器一定就是国家民族的发展以及这个时代的未来。一旦速度加起来，能量足够的时候，恭喜各位，你们一定会迎来自己的高能人生。谢谢，谢谢陈院士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和分享，再次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4位好文青年来到现场，谢谢我们100位云端观众，感谢收看，下期开讲再见。用一排了不起的显微镜揭开微观世界的面纱，我们究竟能够被它带到一个怎样的奇妙的微观世界当中呢？掌声有请陈和生。高能物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了研究物质结构最小的单元，我们就要用很大的加速器把这个粒子啊加到很高很高的能量，这样我才能够去找到它的规律。探知微观世界的这个超级显微镜长什么样？这就是我们在广东中莞的散裂中子源，这是我们现在1期工程占地的这一片地方，就是400亩地。我的天哪，这个全世界就是第4台，这台就在咱们中国，在广东，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粒子，一旦速度加起来，一定会迎来自己的高能人生。人的一生道路，第一个就是你要刻苦学习，还有一个我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冲击，你要热爱科学，热爱祖国，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去奋斗。中国的科学技术归根结底是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去奋斗才能发展起来的。